中宫天极星，其一名者，太一长居也，旁三星三宫，或曰子鼠，后聚四星，莫大星正妃，于三星后宫之属也。环之匡位十二星，藩臣皆曰子宫，前列直斗口三星，随北端对，若见若不，曰阴德，或曰天一。子宫左三星曰天枪，右五星曰天背，后六星绝汉底营室，曰格道。北斗七星，所谓玄机，玉衡以其七正，勺斜龙角，横阴南斗，魁枕参首，用昏见者勺，勺自华以西南，夜半见者横，横阴中周和，季之间，平淡见者魁，魁海带以东北也。斗为地车，运于中央，临至四乡，分阴阳，见四时，均五行，宜节度，定诸纪，皆系于斗。斗魁带匡六星曰文昌宫，一曰上将，二曰次将，三曰贵相，四曰司命，五曰司中，六曰司禄。在斗魁中，贵人之劳，魁下六星，两两相比者，名曰三能。三能色齐，君臣和不齐，位乖戾，辅星宁静，辅臣亲腔，事小疏弱。勺端有两星，一内为毛，招摇，一外为盾。天风有聚环十五星，属勺，曰见人之劳。其劳中星实则求多，虚则开。初，天一枪背毛盾动摇，脚大兵起，东宫苍龙房心，心为明堂，大星天王，前后星子鼠，不遇直，直则天王失计，房为辅，曰天四，其阴右参，旁有两星曰金，北一星曰霞，东北区十二星曰奇，其中四星天市，中六星曰市楼。市中星重者时，其虚则耗。房南重星曰奇观，左角、里、右角、将、大角者，天王地庭，其两旁各有三星，鼎足聚之，曰射题。射题者，指斗标所指，以见时节，故曰射题阁。抗为书庙，主吉，其南北两大星，曰南门。低为天根，主义，尾为九子，曰君臣，视觉不合。鸡为鳌客，曰口舌，火犯手脚，则有战防心，亡者恶之也。南宫诸鸟，权衡恒太微，三光之庭，宽位十二星，藩臣西江东向南四星，执法中，关门，门左右，夜门，门内六星，诸侯，其内五星，五帝座，后聚一十五星，未然，曰狼位，傍一大星，将位也，月，五星顺入，轨道，司其出，所守，天子所诛也，其逆入，若不轨道，以所犯命之，中座，成行。皆群下从谋也。今火尤甚，庭藩西有随星五，曰少微，士大夫，权轩辕，轩辕黄龙体，前大星，女主相，旁小星，御者后宫属月，五星守犯者，如横战，东景为水势，其西取星曰月，月北，北河南。南河两河天阙兼为官梁，与鬼鬼辞事，中白者为志，火守南北河，兵起，鼓不登，故得成衡，官成黄，商成月，或成景，朱成志，柳为鸟柱，主牧草，七星景为元官，主吉事，张素为厨，主商客，亦为雨禾，
主远客，枕为车，主风，其旁有一小星，曰长沙。星星不遇明，明与四星等。若五星入枕中，兵大起。枕南众星曰天库楼，库有五车，车星角若一众，即不惧，无处车马。西宫咸池曰天五皇，五皇五帝车射，火入汉金兵水，水中有三柱，柱不惧，兵起。魁曰风使，未勾毒，楼为巨众，未为天仓。其南众星曰会稽，卯曰矛头，胡星也，未白衣会，必曰罕车，未边兵，主义列。其大星旁小星为富耳，富耳摇动，有禅乱臣，在侧卯，必兼为天阶。其阴，阴国，阳，阳国，参为白虎，三星直者，是谓横时。下有三星，对曰伐，未斩爱事，其外四星，左右兼谷也。小三星于至，曰资息，谓虎首，主保吕氏，其南有四星，曰天策，策下一星，曰天使，使黄则极青、白、黑、凶。其西有巨曲九星，三处罗，一曰天齐，二曰天苑，三曰九游。其东有大星曰狼，狼角变色，多盗贼。下有四星曰狐、直狼。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，老人见治安，不见兵起，常以秋分时，后之于南郊，复而入壁中，兵起。北宫玄武，虚威，威为盖屋，虚为哭泣之事。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君，君西为垒，或曰月，旁有一大星为北落，北落若威王，君星动角一息，即五星犯北落，入君，君起，火金水尤甚，火君忧，水患木土，君吉，威东六星，两两相比，曰司空，营室为清庙，曰离宫，隔道，汉中四星，曰天四，旁一星，曰王良，王良策马，车骑满也，旁有八星，绝汉，曰天皇，天皇旁，江星，江星动，人涉水，楚，就四星，在危难，豪瓜，有青黑星守之，于言贵，南斗为庙，其北见星，见星者，其也，牵牛为牺牲，其北河谷，河谷大星，上将，左右，左右将，戊女，其北之女，之女，天女孙也，察日，月之行以魁岁星顺逆，曰东方木，主春，日甲乙，一失者，伐出岁星，岁星盈缩，以其舍命国，所在国不可伐，可以伐人，其驱舍而前曰盈，退舍曰缩，盈，其国有兵不复，缩，其国有忧，将亡，国清败，其所在，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，其下之国可以抑制天下，以舍提革岁，岁因左行在寅，岁星右转居丑，正月，雨斗，牵牛晨出东方，名曰兼得，色苍苍有光，其诗次，有阴见柳，岁早，水，晚，旱，岁星出，东行十二度，百日而止，反逆行，逆行八度，百日，复东行，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，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，十二岁而周天，出长东方，以辰入于西方，用昏，单恶岁，岁阴在卯，星居子，以二月与戊女，虚，微辰出，曰将入，大有光，其诗次，有阴见章，其岁大水，
直徐岁，岁阴在辰，星居亥，以三月与寅巳，冬必辰出，曰清章，清清甚章，其诗次有阴见枕，岁早旱晚水，大荒落岁，岁阴在巳，星居戌，以四月与癸，楼辰出，曰迸冢，熊熊赤色，有光，其诗次有阴见亢，敦臧岁，岁阴在午，星居酉，以五月与未，卯，必辰出，曰开明，炎炎有光，掩兵为立功王，不利治兵，其诗次有阴见房，岁早旱晚水，夜洽岁，岁阴在位，星居身，以六月与资息，参辰出，曰长，列，朝朝有光，立行兵，其诗次有阴见机，吞贪岁，岁阴在身，星居位，以七月与冬景，与癸辰出，曰大阴，朝朝白，其诗次有阴见牵牛，作恶岁，岁阴在酉，星居午，以八月与柳，七星，张辰出，曰斩王，作作有芒，国其昌，属谷，其诗次有阴见危，有汉而昌，有女丧，民疾，烟冒岁，岁阴在戌，星居巳，以九月与易，枕辰出，曰天衰，白色大明，其诗次有阴见东壁，岁水，女丧，大渊陷岁，岁阴在亥，星居辰，以十月与角，亢辰出，曰大张，苍苍然，星若月而阴出旦，是谓正平，起诗履，其律必武，其国有德，将有四海，其诗次有阴见楼，困敦岁，岁阴在子，星居卯，以十一月与低房，新辰出，曰天权，权色甚明，将持其昌，不利起兵，其诗次有阴卯，赤愤若岁，岁阴在丑，星居寅，以十二月与尾，鸡辰出，曰天号，燕人黑色甚明，其诗次有阴见参，当居不居，居之右左右摇，未当去去之，与他星会，其国凶，所居久，国有德厚，其角动，诈小诈大，若色数变，人主有忧，其诗次设以下，进而东北，三月升天背，长四丈，莫对，进而东南，三月升彗星，长二丈，类彗，退而西北，三月升天蟾，长四丈，莫对，退而西南，三月升天枪，长数丈，两头对，仅是其所见之国，不可举世用兵，其出如伏如沈，其国有土公，如沈如伏，其野王，色赤而有角，其所居国昌，迎角而战者，不胜，星色赤黄而沈，所居也大攘，色青白而赤灰，所居也有忧，岁星入月，其也有竹香，与太白斗，其也有破军，岁星亦曰射题，曰仲华，曰应星，曰忌星，营室为清庙，岁星庙也，茶缸器以储荧惑，曰南方火，主夏，日丙，丁，李师，伐出荧惑，荧惑施行事也，出则有兵，入则兵散，以其舍命国，荧惑为博乱，残贼，及丧，饥，兵，反到二舍以上，居之，三月有殃，五月受兵，七月半王帝，九月太半王帝，阴雨俱出入，国绝嗣，居之，殃还至，虽大当小，久而至，当小反大，其南为丈夫，北为女子丧，若角动绕还之，即诈前诈后，左右殃亦大，与他星斗，光相待，
为害，不相待，不害。五星皆从而聚于一社，其下国可以理治天下。法出东行十六社而止，逆行二社，六旬复东行，自所指数十社。十月而入西方，服行五月，出东方，其出西方曰反明。主命者恶之，东行即一日行一度半，其行东西南北极也，兵各据其下，用战，顺之胜，逆之败。荧惑从太白，君忧离之，君却，出太白阴，有奋君行其阳，有偏将战，当其行，太白逮之，破军杀将，其入手犯太威。轩辕嬴氏，主命恶之，心为明堂，荧惑妙也。谨后此，立斗之会以定田星之位，曰中央土，主稷下，日戊己，皇帝主德，女主相也。遂田一宿，其所居国籍，未当居而居，若以去而复还，还居之，其国得土，不乃得女。若当居而不居，既已居之，又西东去，其国失土，不乃失女。不可举事用兵，其居久，其国服后，亦服伯，其一名曰帝侯。主岁，岁行十度百十二分度之五，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。二十八岁周天，其所居，五星皆从而聚于一社，其下之国可重治天下。礼德义杀行尽失，而田星乃为之动摇。嬴魏王不宁其缩，有君不复田星，其色黄九芒，因曰黄中宫，其诗次上二三宿曰嬴，有主命不成，不乃大水，诗次下二三宿曰缩，有后期，其岁不复，不乃天裂若地动，斗为文太史，田星庙，天子之星也，木星与土合，未内乱，积主勿用战，败水则变谋而更是，火为旱，金为白衣会若水。今在南曰辟母，年古熟，今在北，岁偏午，火与水合，未萃，与金合为朔，未丧，皆不可举事，用兵大败，土为忧，主孽轻，大饥，战败，魏北军，军困，举事大败，土与水合，然而庸恶，有负君，其国不可举事。出王帝，入得帝，今为吉，魏内兵，王帝三星若合，其速帝国外内有兵与丧，改立公王，四星合，兵丧并起，君子忧，小人流，五星合，是谓一行，有德受庆，改立大人，言有四方，子孙繁昌，无德受殃若亡。五星皆大，其势亦大，皆小，势亦小，早出者为盈，盈者为客，晚出者为缩，缩者为主人，必有天阴见于韶星，同社为合，相邻为斗，七寸以内必之矣。五星色白环，未丧汉，赤环则中不平，未兵青环，未忧水黑环，未吉多死黄环则吉，赤角犯我城，黄角地之争，白角哭泣之声，青角有兵忧，黑角则水亦行穷兵之所终。五星同色，天下掩兵，百姓宁昌，春风秋雨，冬寒夏暑，动摇常以此。田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，西行百二十日反东行，见三百三十日而入，入三十日复出东方。太岁在甲寅，震星在东壁，故在寅室，
察日行以处未太白。曰西方，秋，日更，辛，主杀，杀师者，伐出太白。太白施行，以其舍命国。其出行十八舍240日而入，入东方。服行十一舍130日，其入西方。服行三舍16日而出，当出不出，当入不入，是谓失舍。不有破军，必有国军之篡。其计上元，以舍提阁之岁，与营室陈出东方，至角而入，与营室西出西方，至角而入，与角陈出，入壁，与角西出，入壁，与壁陈出，入鸡，与壁西出，入鸡，与鸡陈出，入柳，与鸡西出，入柳，与柳陈出，入营室，与柳西出，入营室，凡出入东西各五，未八岁，220日，复与营室陈出东方。其大律，岁一周天，其始出东方，行驰，率日半度，120日，必逆行一二舍，上极而返，东行，行日一度半，120日入，其悲，近日，曰明星，柔，高，远日，曰大霄，刚，其始出西，行极，率日一度半，120日，上极而行驰，日半度，120日，但入，必逆行一二舍而入，其悲，近日，曰大白，柔，高，远日，曰大象，刚，出以辰，戌，入以丑，未，当出不出，未当入而入，天下掩兵，兵在外，入，未当出而出，当入而不入，下起兵，有破国，其当期出也，其国昌。其出东为东，入东为北方，出西为西，入西为南方，所居久，其乡立，其乡凶，出西至东，正西国籍，出东至西，正东国籍，其出不经天，经天，天下革正，小以角动，兵起，始出大，后小，兵弱，出小，后大，兵强，出高，用兵深急，浅凶，卑，浅急，深凶，日方南今居其南，日方北今居其北，曰营，侯王不宁，用兵进急退凶，日方南今居其北，日方北今居其南，曰梭，侯王有忧，用兵退急进凶，用兵向太白，太白行急，急行，驰，驰行，角，敢战，动摇躁，躁，远以近，近，顺角所指，即，反之，皆凶，出则出兵，入则入兵，赤角，有战，白角，有丧，黑环角，忧，有水势，青环小角，忧，有木势，黄环合角，有土势，有年，其已出三日而复，有微入，入三日乃复胜出，是谓软。其下国有军败将北，其已入三日又复微出，出三日而复胜入。其下国有忧，师有粮食兵革，宜人用之，卒虽众，将为人虏。其出西施行，外国败，其出东施行。中国败，其色大环黄高，可为好事，其环大赤，兵胜不战，太白白，比狼，赤，比心，黄，比参左肩，苍，比参右肩，黑，比魁大星，五星皆从太白而聚乎一射，其下之国可以兵从天下，居实，有得也，居虚，无得也，行胜色。色胜味，有味胜无味，有色胜无色，行得尽胜之，出而流丧于间，及其下国，上而及，未尽其日，过身，天，及其对国，
上覆下，下覆上，有反将，其入月，将禄，金，木星合，光，其下战不合，兵虽起而不斗，何相毁？也有破军，出西方，昏而出阴，阴兵枪，木石出，小弱，夜半出，中弱，鸡鸣出，大弱，是谓阴陷于阳。其在东方，成名而出阳，阳兵之枪，鸡鸣出，小弱，夜半出，中弱，昏出，大弱，是谓阳陷于阴。太白府也，以出兵，兵有殃，其出卯南，南胜北方，出卯北，北胜南方，正在卯。东国立，出有北，北胜南方，出有南，南胜北方，正在有。西国胜，其与列星相犯，小战，五星，大战，其相犯。太白出其南，南国败，出其北，北国败，行疾，五不行，文色白五芒，初早为月食，晚为天妖及彗星，将发其国，初东为德，举世左之迎之，即初西为行，举世右之背之，即反之皆凶。太白光见景，战胜，骤见而惊天，是谓争鸣，羌国弱，小国羌，女主昌，抗为书庙，太白庙也，太白，大臣也，其号上宫，其他名阴星，太正，迎星，官星，公星，明星，大衰，大泽，中星，大象，天号，续星，月尾，大司马位谨后此，察日辰之会，以至辰星之位，曰北方水。太阴之精，主冬，日人，鬼，行尸者，伐出辰星，以其宿命国，是正四时，仲春春分，西出交魁，楼，卫东五舍，卫齐，仲夏夏至，西出交东井，雨鬼，柳东七舍，卫楚，仲秋秋分，西出交角，亢，低，房东四舍，为汉，仲冬冬至，辰出交东方，鱼尾，鸡，豆，牵牛俱息，为中国，其出入常以辰、戌、丑、未，其早，为月食，晚，为彗星及天妖，其时一笑，不笑为师，追兵在外不战，一时不出，其时不合，四时不出，天下大饥，其当笑而出也。色白为汗，黄为五谷熟，赤为冰，黑为水，出东方，大而白，有冰于外，解，常在东方，其赤，中国胜，其西而赤，外国立，无冰于外而赤，冰起，其与太白俱出东方，皆赤而角，外国大败，中国胜，其与太白俱出西方，皆赤而角，外国立，五星分天之中，基于东方，中国立，基于西方，外国用者立，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，其所舍之国可以法治天下，辰星不出，太白未克，其出，太白为主，出而与太白不相从。也虽有君，不战，出东方，太白出西方，若出西方，太白出东方，未革，也虽有兵不战，失其时而出，未当寒反温，当温反寒，当出不出，是谓饥足，兵大起，其入太白中而上出，破军杀将，克军胜，下出，克王帝。辰星来抵太白，太白不去，将死，正其上出，破军杀将，克胜，下出，克王帝，是其所指，以命破军，其绕还太白，若与斗，大战，克胜，吐过太白，兼可衔见，小战，
克胜，兔居太白。前，君霸，出太白左。小战，磨太白，有数万人战，主人力死，出太白右。去三尺，君急曰战，清角，兵忧，黑角，水，是行穷兵之所终。兔七命，曰小正，辰星，天蟾，安州星，细爽，七星，勾星，其色黄而小，出而易处，天下之闻变而不善矣。兔五色，青元忧，白元丧，赤环中不平，黑元吉，赤角犯我城，黄角地之争，白角好气之声，其出东方，行四射四十八日，其数二十日，而反入于东方，其出西方，行四射四十八日，其数二十日，而反入于西方，其移后之营室，角、壁、箕、柳、出房、心间、地洞，辰星之色，春、青黄、夏、赤白、秋、青白，而岁熟，冬、黄而不明，即变其色，其时不昌，春不见，大风，秋则不时，夏不见，有六十日之旱，月食，秋不见，有冰，春则不生，冬不见，阴雨六十日，有流溢，夏则不长，角、亢、氐、兖州、房、新、豫州、尾、箕、幽州、窦、江、湖、牵牛、雾女、扬州、胥、威、青州、营市至东壁、并州、夔、娄、魏、徐州、卯、毕、冀、州、资溪、申、益州、东井、雨鬼、雍州、柳、七星、张、三河、益、枕、荆州。七星为元官，辰星庙，蛮夷星也，两军相当，日运、晕等。立军，后长大，有胜，薄短小，无胜，众暴大破吴，暴为合，背不合，未分离相去，直为自立，立侯王，杀将，父且待，有喜，为在中，中胜，在外，外胜，亲外赤中，以和相去，赤外轻中，以恶相去，气运先至而后去，居君胜，先至先去，前立后病，后至后去，前病后立，后至先去，前后皆病，居君不胜，见而去，其发急，虽胜无功，见半日以上，功大，白红区短，上下对，有者下大流血，日运至盛，近期三十日，远期六十日，其时，时所不利，复生，生所利，而时亦尽，为主位，以其职及日所宿，加以日时，用命其国也，月行中道，安宁和平，阴间，多水，阴室，外北三尺，阴星，北三尺，太阴，大水，冰，阳间，交子，阳星，多暴雨，太阳，大旱丧也，角，天门，十月为四月，十一月为五月，十二月为六月，水发，近三尺，远五尺，犯四府，府沉珠，行南北合，以阴阳言，汗水冰丧，月食岁星，其宿地，积若亡，淫惑也乱，田星也下犯上，太白也羌国已战败，辰星也女乱，大角，主命者恶之，心，则为内贼乱也，烈星，其宿地忧，月食始日，五月者六，六月者五，五月复六，六月者一，而五月者五，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，故月食，长也，日食，未不臧也。甲、乙、四海之外，日月不占，丙、丁、江、淮、海带也。戊、己、中州、
何，季也，庚，辛，华山以西，壬，癸，衡山以北，日食，国君，月食，将相当之，国黄星，大而赤，壮类南极，所出，其下起兵，兵枪，其冲不利。昭明星，大而白，五角，乍上乍下，所出国，起兵，多变。五残星，出正东东方之也。其星状类辰星，去地可六丈。大贼星，出正南南方之也。星去地可六丈。大而赤，树动，有光。思微星，出正西西方之也。星去地可六丈。大而白，类太白。玉汉星，出正北北方之也。星去地可六丈。大而赤，树动，察之中清。此四野星所出，出非其方，其下有兵，冲不利。四田星所出四余，去地可四丈。地为闲光，一出四余，去地可三丈。若月始出，所见下有乱，乱者亡，有德者昌。烛星状如太白，其出也不行，见则灭。所烛者成意乱，如星非星，如云非云，命曰归邪。归邪出，必有归国者。星者，金之散气，本曰火。星重，国极，少则凶。旱者，亦金之散气，其本曰水。旱，星多，多水，少则旱，其大惊也。天谷，有阴如雷非雷，阴在地而下及地，其所往者，兵发其下。天狗，状如大奔星，有声，其下止地。类狗，所堕及，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，其下环如树顷田处。上对者则有黄色，千里破军杀将，隔则星者，如炎火之状，黄白，起地而上，下大，上对，其见也，不中而祸，不有土攻，必有大害，蚩尤之奇，类会而后取，象奇，见则王者征伐四方。巡使，出于北斗旁，状如雄鸡，其怒，青黑，象伏鳖，王使，类大流星，形而苍黑，望之如有毛与然。长庚，如一匹步驻天。此星见，兵起，星坠至地，则时也。和季之间，时有坠星，天惊而见景星。景星者，德星也，其状无常，常出于有道之国。凡望云气，仰而望之，三四百里，平望，在桑榆上，千余二千里，登高而望之。下属地者三千里，云气有受居上者。盛，自华以南，气下黑上赤，松高，三河之交，气正赤，衡山之北，气下黑下青，薄，节，海，带之间，气皆黑，江，淮之间，气皆白，土气白，土攻气黄，车气炸高炸，下，往往而聚，其气卑而不，足气团，前卑而后高者，即前方而后高者，对，后对而卑者，却，其气平者其行徐，前高而后卑者，不止而反，气相遇者，卑胜高，对胜方，气来卑而寻车通者，不过三四日，去之五六里见。气来高七八尺者，不过五六日，去之十余里见。气来高丈余二丈者，不过三四十日，去之五六十里见。烧云经白者，其江汉，其势切，其大根而前绝远者，当战，清白，其前低者，战胜，其前赤而扬者，战不胜，阵于如立园。注云类注
轴云团两端对，勺鱼如绳者，居前护天，其半半天，其者类却其故，勾云俱取，诸此云剑，以五色合战，而则团密，其剑动人，乃有战，兵必起，合其直，王朔所后，绝于日旁，日旁云气，人主相，皆如其行以战，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穷驴，南夷之气类舟船翻旗，大水处，败军场，破国之虚，下有积钱，金宝之上，皆有气，不可不察。海旁镇气象楼台，广野气成功决然。云气各向其山川人民所聚集，故后西号者，入国邑，是封疆田。仇之政治，城郭是乌门户之润泽，四至车服蓄产精华。食息者，即虚号者，凶。若烟非烟，若云非云，郁郁纷纷，萧索伦君，是谓青云。青云，喜气也。若物非物，衣冠而不如，见则其欲被假而屈。雷电、虾红、霹雳、夜鸣者，阳气之动者也。春夏则发，秋冬则藏，故后者无不思之。天开现物，地动彻绝，山崩即喜，川塞西浮，水淡地长，见象，城郭门闾，龟孽窟，宫庙底地，人民所赐，瑶俗车服，官民饮食，五谷草木，官其所属，仓府旧库，四通之路，六畜禽兽，所产去旧，鱼鳖鸟鼠，官其所处，鬼哭若呼，其人逢物，化言，诚然。凡后岁美恶，谨后岁始，岁始或冬至日，产气始萌，腊明日，人众足岁，宜会饮食，发阳气，故曰初岁，正月旦，亡者岁首，立春日，四时之始也。四时者，后之日，而汉魏先及腊明正月旦绝八风，风从南方来，大汉西南，小汉西方，有冰西北，荣书为小雨，去冰北方，魏中岁东北，魏上岁东方，大水东南，民有疾疫，岁恶，故八风各与其冲对，克多者为胜，多胜少，久胜急，急胜徐，但至时，未迈，时至日益，未济，亦至不，未暑，不至夏不，未疏，夏不至日入，未麻，欲终日有云，有风，有日，日当其时者，深而多时，无云有风日，当其时，浅而多时，有云风，无日，当其时，深而少时，有日，无云，不风，当其时者驾有败，如时请，小败，孰无斗米请，大败，则风复起，有云，其驾复起，各以其时用云色战种所宜，其雨雪若寒，岁恶，是日光明，听都一人，民之声，声功，则岁善，及商，则有兵，征，旱，雨，水，角，岁恶，或从正月旦比数雨，率日食一升，至七升而及，过之，不战，数至十二日，日值其月，沾水旱，为其还千里内战，则为天下后，竟正月，月所离烈秀，日，风，云，沾其国，然必察太岁所在，在今，壤，水，毁，木，鸡，火，汉，此其大经也。正月上甲，风从东方，宜蚕，风从西方。若旦黄云，恶，冬至短极，现土炭，炭动，露结角，蓝根出，泉水月，略以之日至。要绝鬼井，岁星所在，
五谷逢昌，其兑未充，岁乃有殃。太史公曰：自出生民以来，世主何尝不立日月星辰，及至五家三代，少而明之，内观代，外夷狄，分中国为十有二州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法类于地。天则有日月，地则有阴阳，天有五星，地有五行，天则有列宿，地则有周御。三光者，阴阳之精，气本在地，而圣人同理之，忧虑以往，上矣。所见天变，皆国书枯学，家战物怪，以何时因？其文图及吉祥不法。是以孔子论六经，记一而说不书，至天道命，不传，传其人，不待告，告非其人。虽言不著，昔之传天数者，高辛之前，仲、黎、于、唐、虞、西、河、有夏、昆吾、殷商、巫咸、周氏、史翼、长虹、于宋、子为、正则皮躁、在齐、甘公、楚、唐妹、赵、尹高、魏、石申、夫天运。三十岁一小便，百年中便，五百载大便，三大便一季，三季而大备，此其大数也。为国者必贵三五，上下各千岁，然后天人之际续备。太史公推古天变，未有可考于今者，概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，日食三十六，彗星三见，宋襄公时星陨如雨，天子威，诸侯立政，五伯代兴，更为主命。自是之后，众暴寡，大病小，秦、楚、吴、越、夷狄也，魏羌伯、田氏篡齐，三家分晋，并为战国，争于攻取，兵革更起，成艺术图，因以饥谨及易交苦，臣主共忧患，其察是己降后兴气犹急。晋是十二诸侯七国相亡，言从横者继种，而高、唐、甘、石因食物论其书传，故其战宴零杂米言。二十八摄主十二州，豆饼兼之，所从来久矣，秦之将也。后在太白、詹于郎、胡、吴、楚之将，后在荧惑、詹于鸟恒、燕、齐之将，后在陈兴、詹于虚、威、宋、郑之将，后在岁星、詹于房、新、晋之将，亦后在陈兴、詹于参伐，及秦并吞三晋、燕、代，自河山以南者中国。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。未阳，阳则日、岁星、荧惑、田星、詹于皆南。必主之，其西北则胡、河、越之诸一詹求引公之民。未阴，阴则越、太白、陈兴、詹于皆北。毛主之，故中国山川东北流，其为首在陇、蜀，尾眉于亳、桀。是以秦尽好用兵，复战太白，太白主中国，而胡豪数侵略，独占陈兴。陈兴出入造极，常主夷狄，其大惊也。此更为克主人，荧惑为备，外则礼兵，内则礼政，故曰虽有明天子，必是荧惑所在。诸侯更羌，时资易计，无可录者。秦始皇之时，十五年彗星四见，九者八十日，斩获敬天。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，并中国，外攘四夷，死人如乱麻。因以张楚并起，三十年之间兵相台及，不可胜数，自蚩尤以来，未尝若斯也。项羽就巨鹿往使西流，山东遂合从诸侯，
西坑齐人，诸徒咸阳，汉之兴，五星聚于东景，平城之围，月运深，必七众，诸吕作乱，日食，昼会，吴楚七国叛逆，彗星数丈，天狗过梁野，集兵起，遂伏尸流血其下。元光、元寿、蚩尤之其再见，长则半天。其后京师师四出，诸夷狄者数十年，而伐胡尤甚。越之王，荧惑首斗，朝鲜之拔，兴服于河树，兵征大宛，兴服招摇，死其落落大者。若至委屈小便，不可胜道，尤是观之，未有不先行见而应随之者也。夫子，汉之为天数者，兴则唐都，弃则王朔，瞻遂则魏先，故干实力五星法，唯独荧惑有反逆行，逆行所守，及他星逆行，日月薄时，皆以为战。于观史记，考行事，百年之中，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，反逆行常盛大而变色，日月薄时，行南北有时，此其大度也。故子公、房心、权衡、咸池、虚威烈素不兴，此天之五官作位也。未经不以喜，大小有差，阔狭有长，水、火、金、木、田星，此五星者，天之五左，未尾，见福有时，所过行盈缩有度，日变修德，月变省行，星变结合，凡天变，过度乃战，国君强大，有德者昌，愚小，势诈者亡。太上修德，其次修正，其次修旧，其次修攘，正下无知，夫常星之变稀见，而三光之战即用，日月运势，云风，此天之客气，其发见亦有大运，然其与正是俯仰，最近人之福，此五者，天之感动，为天数者，必通三五，终识古今，深观时变，察其精粗，则天官备矣，苍地行德，天门为之开，赤地行德，天牢为之空，黄地行德，天妖为之起，风从西北来，必以庚、辛、一秋中，五至大赦，三至小赦，白地行德，以正月二十日、二十一日，月运为常大赦在，未有太阳也。亦曰白地行德，必卯为之为，为三木，德乃成，不三木，即为不合，德不成。二曰以辰为，不出其旬，黑地行德，天官为之动，天行德，天子更历年，不得，风雨破时，三能，三恒者，天庭也，克星出天庭，有机令，在天成象，有同影响，官文察变，其来自往，天官既书，太史悠长，余物必记，星辰可仰，盈缩匪，应验无爽，至灾玄间，云谁欲。